轻轻松松赏花游中。今日我哋又去花墟公园睇花啦。几个星期前我哋嚟过呢度观赏杜鹃花嘅，仲讲述过花墟公园嘅历史。欢迎睇翻相关嘅影片，连结响画面嘅右上方。园系位于界限街101号，嚟呢度交通都好方便噶。由港铁太子站嚟呢度，步行大约10分钟噶咋。由车站边一出口上到地面，然后沿太子道西向西行，大约行250米。嚟到洗衣街过马路，转左行，再行50米就到花墟道噶啦。再行入去花墟径。条花墟径大约200米到啦，行到尽头就系界限街噶啦。横过界限街同埋大坑东道，再向前行大约100米就到达花墟公园啦。游人亦可以坐巴士嚟到呢度，有好多条巴士线经呢度噶。揸车嚟花墟公园都好方便嘅，平日一村有好多吉嘅路边泊车标位，泊好车行翻出嚟达之路。嚟到公园，依家我哋行入去啦。公园响界限街位置设有棚架，种咗啲攀援植物。最耀眼嘅就系呢啲辣杜鹃，火红嘅花开得几靓。之前我哋有影片讲述过辣杜鹃啦。欢迎睇翻相关嘅影片。辣杜鹃又叫做九重葛或者三角梅，原产地系南美洲，属于攀援灌木。辣杜鹃虽然有杜鹃两个字，其实佢唔系杜鹃嚟噶，佢哋系两种截然唔同嘅植物嚟嘅。辣杜鹃嘅枝条上面有刺嘅。有似杜鹃咁鲜艳美丽，所以咧就叫佢做辣杜鹃啦。呢啲咁鲜艳嘅紫红色，其实唔系花，系包片嚟嘅。当中黄白色嘅小花才系真正嘅花朵。辣杜鹃紫红色嘅包片系主要观赏部分。隔篱棚架上嘅攀援植物，你睇下开咗啲咁好大朵嘅金黄色花，呢啲系咩植物嚟嘅呢？我哋又好少见嘅。原来呢植物叫做金杯藤，又叫做金杯花，原产中南美洲。属常绿藤本灌木，金杯藤花朵亮丽耀眼，
开花时咧就好浅嘅淡黄色，逐渐转为金黄色。佢嘅花朵大如掌杯，长到连埋花梗可达到30厘米噶，所以咧就叫佢做金杯藤啦。优良的棚架植物是一种纯观赏性的植物，每朵金杯花有红蕊五枚，雌蕊一枚，花冠五裂，花开近枝端的叶翼，金杯藤的花蕾就好像握紧的小拳头，又好像蛇头四处张望。全株都有毒的，切记不要乱掂和乱食。看完金杯藤，隔离棚架还有一种很漂亮的攀援植物，植物叫做羊蹄甲藤，又叫做粉叶羊蹄甲，是藤本植物，亦是攀援植物，原产地是广东广西一带。花期是春夏两季，盛花期花量大，小小花朵数之不尽。花柱粉红色，花朵白色可爱，集结成花束于枝端。我哋观赏过三种攀援植物嘅花，依家我哋继续游览公园。入边摆放咗一樽古炮，系咪18世纪首位界限鸡嘅历史遗物呢？如果知道嘅，请留言话俾我哋听啦。今日就到此为止啦。喜欢呢条影片嘅，请俾个 like、分享同埋免费订阅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